各位领导，是我们的职责。 阿尤，这么年轻，你小子出息了啊！阿尤哥真厉害！回来了，都准备好了。嗯，小晴。 要不，你留下来。啊，为什么？太危险了，我们要去的地方可是魔界。月姑娘和修吾有必须去的理由，而我身为独掌拳手，有责任去调查九泉动荡的真相。唯独你，没有必要涉险。正因为魔界凶险，我才更应该去啊！我说过的呀，我的修为进步了很多，不会成为累赘的。 而且师傅给的防煞器护符，也需要用仙侠派心法催动才能发挥最大效用。我理解你担心情妹，但你也要相信她。白姑娘的符文法阵精妙，可借武灵之道，以弱御强。是是，我也知道，可心里就是过不去这个坎。那，你一步也不要离开我，紧跟在我身边，保护我。 好吗？嗯，那小姑姑，我们就真腻。我们走了啊，小姑姑。好了，去吧。独掌拳手，予以之来龙去脉。 我们知道，但是九泉动荡的真相一定得查明。既如此，从九泉灵脉入魔界，必经过岩波泉，或许我们会遇到魔尊重楼。师姐，魔尊重楼，听起来……我曾与他交过手。魔尊，原来如此。好，一旦我掉队，不，我的意思是，啊。 敢再次潜入魔界，擅闯岩波禁地，胆子不小。等等，我们无意为敌。魔尊大人，我们是来调查九泉动荡的事，此事也关乎岩波城。你们是如何溜进的？我是独掌拳拳手，独掌过来的。你一旦出，我。 一旦出了问题，魔界肯定得跟着倒霉，你也不想魔界出乱子吧？不行，他太强，桑佑，如果你支撑不住，就立刻带他们回东帐。至少我必须留在你身边。嗨，妖物，不可姑息。
害人妖物，不可姑息。
还不错。九泉动荡的事，说吧。多谢魔尊大人手下留情，此人的不足，世代守护独杖泉。四年前，独杖泉曾经发生过。这是放过我们了吗？如果不是，我们早已经尸骨无存。啊，这个魔的气势好强，在他面前我都不敢呼吸。魔尊重楼是魔界顶尖强者，之前我就是被他打落到人间。哇，被他揍了还能活命，你也够厉害的了，兄弟。啊，这里就是地火的源头啊！好厉害好厉害，我感觉自己变强了许多。辛苦你了。嘿嘿，包在我身上。我们该如何走？应当借助周围浮台离开。这石头可靠吗？不会在空中飘到一半突然掉下去吧？还有，别，我乌鸦嘴乱说的。
好险好险，刚才那个石头一踩就碎，还好我跳得快，差点就掉下去了。发誓这个铁链我再也不要走第二次了。天哪，还有多远啊？我好怀念脚踏实地的感觉。九泉造物果真神奇。小晴，你挨着我点，别往下看啊。哦，好。可是阿友，我不恐高呀。我恐高，你可得把我拉紧了啊。来吧。
尊神农雕像看起来和村里的不太一样啊。岩波拳手真糊弄上，连神农大神长什么样都没搞清。不过这个比村里的要大好多啊。也就这样吧。啊，谁在说话？余乃岩波拳卫术离火精武，余之身形因灵元被异，被迫依附于神龙神像而残存。我等并非无端闯入，还请您恕罪。无妨，独杖拳手方才汝言及独杖动荡。对对，难道岩波也曾经？岩波亦是如此，灵泉混乱至今，始于被束缚于此。重楼虽竭尽心力，然终非拳手，无法令于复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？四载之前。和独杖一样。为何岩波拳会没有拳手呢？三皇大神曾有约定，将岩波拳交予魔族，全族共享，拳手由魔族首领指派。未料后世魔界内部分裂至今，各部众混战不休，互不信服。自上任拳手王后，始终没有继承。上任拳手魔猿重聚复生了。卫戍大人，我们为了查九泉动荡原因而来魔界，还请您放行。此意余之所求，今后尔等可随时进出岩波。多谢。他的声音听起来很虚弱。卫术是九泉力量的具象体，岩波卫术被不明动荡困住，代表岩波拳已被束缚。事态看来比当时独杖拳还严重。我们没办法把他救出来吗？没有。重楼离开可能是刻意引导我们和烈火金吾接触，若是如此，那他并不如看起来那般冷酷严苛呢。我们走吧。
子，我好像在哪里啊，是听蜀山的前辈提过，似乎与他们的锁妖塔有什么渊源呢。不，魔尊还挺忙，哪哪都有他。战一下叶灵宗，叶灵宗。
哇，好大的炉子！不要随意触碰魔界事物。知道的，没那么生气。是结界，将此处破开。不可。按魏叔大人所说，岩波灵泉混乱，我们必须谨慎行事。那还有其他能通过的法子吗？方才我们看到那个颇为奇怪的顶，莫非是解除结界的机关？怎样，有用吗？没有任何反应呢。大家四处找找，看是否有开启火炉的线索。白姑娘，发现什么了吗？这里火灵力如此强大，又有优质矿材，应该能成为一个不错的铸造所。嗯，上古三族大战时，岩波泉正是魔族的兵器房。啊，兵器房？这里是上古兵器房啊！魔族残暴好战，这里竟然是魔族的兵工厂，现在为什么又封印起来了呢？打造魔兵器需消耗岩波灵力，为避免生存危机，魔族难得的统一共识，不再开启此处，加之有魔尊看守，更无人敢逾越。既是如此，那中央的火炉会不会和昔年魔族铸造兵器有关呢？师姐在看什么？哦，墙上的壁画，不过年代久远，仅剩残画了。这一幅似乎在说三族大战的事。这长发，这长枪，你不觉得这个女神很像是魁宇？魁宇是新神族首座，的确经历过上古三族大战。那时魁宇和魔族敌对，为何魔族要画他？不甚清楚。若是这壁画再完整些，说不定就能知道些什么了。阿勇，发现什么线索了吗？秀武，你看那俩大火球。看到了。明明是九泉之一，却是俩大火球。岩波是地火源头，这些岩浆都是岩波的纯净灵力。九泉形态各异，你要是好奇，可以通过九泉灵脉去其他泉眼一探。那可不行。九泉都有拳手和卫术保卫，随便乱闯不一定还有这次的性命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些岩浆既是岩波灵力，会不会就是打开那道门的关键呢？
依照阿友与白姑娘所言，此地岩浆与那火炉应当会是打开那道门的关键。师姐提到的壁画似乎也有些蹊跷，既然如此，不妨先从火炉那里再寻些线索。原来岩浆是由这些机关从地底导出的，关键就是如何将这些岩浆注入。必须让岩浆同时到达，才能激活节点。这个是上古文字，太古。太古神农神尊诞生，天下伴有九泉相生，为天地灵脉枢纽。九泉滋养天地万物，
兽族为神尊所用，然时间生灵大增，愈发依赖九泉。九泉为神尊所疏通，理应为兽族所独有。人神二族意图染指九泉，吾等兽族是人族胆小未败，不足为神族实力不足。新神族之首，魁宇天宇。新神族之首魁宇天宇，神界萧家，手持盘螭神鸣枪，然兽族崇敬强者，虽为敌将，其英勇可敬。山河崩裂，哀鸿遍野，兽族九损其七，神族伤无数。终于兽族奉行首领蚩尤号令，生而为战，亡亦为战。能辨识的本族就不行。恐怖，太恐怖了吧，魔族！三族鏖战至此，三皇大神没有阻止吗？大战中的女娲可能就是无人之旗下，神农耗费庞大力量保护九泉，并开辟九幽魔界，之后不知所踪。此后天地闭关，参悟天道，不再过问世事。彼时三族已是仇恨深重，就算三皇大神之力，恐怕也无法平息三族的怒。和平共存不好吗？又显现了什么字？三皇誓曰：“永绝兵刃。”若有挑起烽火者，三族共保之。这是战争之后的协定。这应是一开始就有的协定。不过三族战的最后都已完了，即便有三皇协助，仍然不值不弃。这场战争最终造成了神族闭锁于天，兽族遁九幽城，人界被带星去。三族自知犯下大错，之后三族才重新依从三皇誓约，设六界组合，化九泉归属，约定不可再犯他族之罪。那魔族来入侵人界时，神族不是应该按照协定来讨伐魔族吗？虽有协定，但神族已被天帝禁止下界。魔族对人间的几次袭扰规模都不大，人族尚可应付，故未引起神界重视。这变化竟然是开门的关键。